离婚，净身出户，能办到吗？这张卡里有100万，让那女人把孩子给我留下，钱她一分都拿不走。果然啊，人渣总是钱很多。哎，你到底接还是不接呀？ 我，许之心，之所以是我们律所最出名的金牌律师，就是看加害者的钱多，还是受害者的钱多，然后朝钱多的一方献上我的名片。人已经喝醉了，记得多拍些照片当证据。 明天我必须看到他身败名裂。这么刺激，仙人跳犯罪现场，那位可是林峥，不睡够本。林峥，你以为你们这点小聪明，林总他真的不知道吗？林总说了，这次。 就放过你了，赶紧！你好，我是许之心，我现在你是许夏薇初恋的分手，我是许夏薇的姐姐许之心，好歹你曾经还是我的妹夫，你初恋是我的妹弟，算了。 林总，风吹到这里就降落。 梦到所有沉默，夕阳这一刻仿佛把心跳捕捉。遇见你，命运也无处可躲。厌倦梦的银河，慢慢拥抱那片星空辽阔。小薇。 小薇，真的是。许夏薇，你们在干嘛？这是我姐姐许之心。 你和许夏薇都那么多年没见了，你还爱着她吗？今晚，我想等一回许夏薇。 阿哲，好久不见。今天有个超帅的学霸把我当成许之心了，我没否认，还趁机小小调戏了他一把。许之心。 我是高三的林峥，之前托人送给你的信，你收到了吗？可以给我答复吗？信还需要答复？
许之心居然要早恋了。紫薇妹妹，我必须要好好帮帮你。我同意。其实我从很早之前我就喜欢上你了。啊，承蒙厚爱。那你跟我来。许之心，你真是好福气呀、啊。这道题我做出来，但我总感觉不太对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头在这儿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不是那个唯一可以解出这道题的高二学生吗？嗯嗯。我托人给你送信。完了，我紧张的乌龙马甲也快掉了。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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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定是因为你长得太帅了，对我说话又太温柔了，所以我的大脑就缺氧了。然后。我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林征竟然说他喜欢的是我，不是许之心。我终于也有在乎我的人了。今天收到林征送的一把伞，好开心啊，再也不怕淋雨了。你为什么偷看我的日记？行了，反正好久不见。Let me come and for the last. 今天有个超帅的学霸。把我当成许之心了，我没否认，还趁机小小调戏了他一把。许之心，啊，我是高三的林章，之前托人送给你的信，你收到了吗？啊，可以给我答复吗？信还需要答复？许之心居然要早恋了，紫薇妹妹。我必须要好好帮帮你。我同意。其实我从很早之前我就喜欢上你了。啊，承蒙厚爱。那你跟我来。许之心，你真是好福气呀、啊。这道题我做出来，但我总感觉不太对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头在这儿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不是那个唯一可以解除这道题的高二学生吗？嗯嗯。我托人给你送信。完了，我紧张的乌龙马甲也快掉了。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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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定是因为你长得太帅了，对我说话又太温柔了，所以我的大脑就缺氧了。然后我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林征竟然说他喜欢的是我，不是许之心。我终于也有在乎我的人了。今天收到林征送的一把伞，好开心啊，再也不怕淋雨了。你为什么偷看我的日记？ I still with you. 行了。
昨晚真的是你吗，小薇？这一切都不是梦，对吧？就说昨天喝多了，稀里糊涂就假冒许夏薇睡了的，冒充他人初恋与之发生关系，万一他起诉，强制猥亵罪一定逃不掉。我可是金牌律师，怎么能变成被告人？当然是我了，不然你以为还有谁啊？虽然当年我是冒充许之心勾搭的你，但你不会以为许之心会冒充我吧？你高考后怎么消失了那么久？小薇，我找了你好久。我那个多年未见的老父亲突然说要回来要孩子，我妈就把我送出去了。你知道我的，小薇，我们再也不分开，再也不分开。反正只要等出了这酒店，我就是许之心了。许夏薇做出的承诺和许之心无关。我妈，喂，妈妈，我昨晚在同学家聚会呢。哎呀，真的是朋友，我听着呢。哎呀，你就别瞎操心了，好不好？许之心的热搜，夏薇知道吗？对啊，要不你别担心啊，拜拜。还好我昨天定了闹钟。我要走了。这么快就回去了？我小时候这么调皮，我妈老盯着我。小薇，嗯，许之心律师是不是你姐姐？你问她干嘛？我和她从小关系就不好，你知道的。啊，没什么。我就刚在热搜上看到他名字，随口问问。热搜？嗯。两天来都被警察，没想到他就是那个专为人渣的人。开我！许之心，你知道吗？阿周，怪不得我妈妈刚才打电话那么着急，原来是家里出了事情。你不是说你跟姐姐关系不好吗？那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呀，毕竟她是我姐姐嘛。我真的要走了，晚上见。再待会儿。圣灵集团，林征的剑。林总，挂号信还是下级的。阿飞，查一下许探。好。许小姐来了，今天不忙吗？不忙，给大家分了吧。谢谢许小姐。知心来了，林医生，你妈现在好多了，病情也稳定了一些，再往后可以采取保守治疗。谢谢你，林医生，剩下的医药费我会准备好的，直到治疗康复为止。这几年啊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我女儿不是人渣律师，人面兽心，说的就是你女儿这种人，网上都是这样说的。不信你自己去看，她不是我女儿，不是，她不是我女儿，不是，是不是？她是坏人，她不是，不是，好了好了，住手住手，快住手！她不是，妈妈，别吵了，妈。许之心，你已经声名狼藉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？所以呢？你怎么可以？说的这么轻飘飘的，好像事不关己一样。妈，当律师当成这样，那不如不当了。
妈，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喜欢物理，是你让我学的法律。现在嫌我做的不好，好啊，那我不当律师了。这些啊，你从小就是妈妈的骄傲，你要听话，你不能放纵你的名声被糟蹋了啊！名声被毁了不是很好吗？这样我就可以做许夏薇了，我一直体验她的美好。哎，许之夏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我就是很好奇。妈，你有没有一刻觉得对不起过许夏？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个女儿？算了，人都死了，替他干嘛？林总，咱们今天已经吃了六家餐厅了。这道菜记一下。哎，林总，你等等我。你从小就是妈妈的骄傲。名声被毁了不是很好吗？这样我就可以做许夏薇了，我可以去体验她的美好。喂，阿正。夏薇，我去接你吧，我这附近有一家很好吃的地方。我可能今晚要爽约了，我妈还没消气呢。哦，没关系，改天我跟阿姨解释一下吧。阿正，你吃饭了吗？吃了。骗人。一会儿就去吃。阿珍，我教你煮泡面吧，新学的。好。然后烧一壶水。然后呢？放调料吗？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等待一小会儿。好。然后再把调料放进去，慢慢的搅拌。哎，谁教你的？他教我的。他是谁？他是金城武。嘿，你快去吃吧。阿珍，一个人的泡面是孤独的，两个人的泡面才是幸福的。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嗯，你说，为什么你家里人对你这么严格？你说妈妈为什么一直都喜欢姐姐呢？
不过也正常。我那么调皮，他不喜欢我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没关系，就算全世界都不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一直喜欢你。你看你吃的像猪一样。林总，今天下午跟华天律师事务所已经约好了。华天事务所？对。你说妈妈为什么一直都喜欢姐姐呢？阿飞，把之前律所换了吧，换成重法律师事务所。啊？换成重法？嗯。好。喂，把网上那些骂我的消息通通截图取证。西律，你别难过啊，那些网友都是被舆论带节奏，没看过具体的判决就随便骂人，他们压根不懂法律。他们不懂法律，就让他们交点学费学会法律。哦对了，侵犯肖像权的官司准备起来，骂我的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哦对了，西律，一点半有个新 case 客户过来，是飞速业务，李大 boss 还是点名让你也一起接待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上午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忙了一上午，刚有点空闲。等一会儿还有个会，开完会估计要下午了。今天的阳光特别好，我记得你不喜欢下雨天。晚上有空一起吃饭吗？我去接你。还有，下午工作上一些事情，可能你会不高兴，但我会尽量协调。我会不高兴，是担心他工作忙不能陪我。许律师是我高中的学妹，也是我女朋友的姐姐。女朋友？我什么时候答应做女朋友？你也是女人？许之心，你还有没有良知啊？这许之心这么这是高中同学，为了钱名声已经被糟蹋了呢。他就是那个一定要往死里搞，连同这个人家律师一起告了才好。许之心，你现在已经声名狼藉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，要不是我专门为人渣打官司，公司会这么壮大？过河拆桥啊。唉，现在盛灵集团有个案子比较棘手，你如果能把他搞定，不单能洗白，还能当合伙人。盛灵集团，林州？对，盛灵集团的老爷子心肌梗塞，林征、林江海两兄弟现在是明争暗斗，但是目前来看，林征个性软弱，个性软弱，如果不是被他哥哥逼得走投无路了，走投无路？你说的是林征吗？这么着急去哪儿？哎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家里老人住院，我着急去看一下。你说，刚过户在你父母名下的那套房产，要在林家混多久才能买得起？老人家该不会是高血压才住院？您说什么呢？听不太懂了。我这个人记仇，我爷爷的意外，终究要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。你觉得林江海愿意这么帮你？林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现在就去把钱、车子、房子全部还回去。你说蓄意谋杀会判几年？不，林总，求求我，你一定有办法。你想全身而退也不是不行，只需要。河蚌相争，咱有必要去趟这趟浑水吗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不是这个，李总。哎呦，
林总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句话我不爱听。刚刚聊到的，您就来了。盛灵集团跟我们公司战略合作，我们非常有信心。原来要和我们力所合作，我们在蓬荜生辉。难怪他对许家威说工作上一些事情会让他不高兴，原来是我会让许家威不高兴。那都为公于私。我和许律师很有缘分，许律师，好久不见。林总跟我们许律师认识呀？许律师是我高中的学妹，也是我女朋友的姐姐。女朋友？我什么时候答应做女朋友的？好久不见。哎呦，那可是太巧了，许律师还有个妹妹，我怎么都不知道啊。既然林总跟许律师你们认识，那你们就叙叙旧，我不打扰了。你们俩，如果还在一起，我一定会带你逃离。我跟你好像不熟吧？是不熟，不过总该熟络熟络。签个字，我很忙呢。许律师，这么着急干嘛？我们虽然是老熟人，但是工作上也不能钻空子。林总说的是，你有什么顾虑吗？夏薇没来参加高考，是不是因为你？许夏薇一向成绩不好，这你不知道吗？至于为什么，你去问他呀。夏薇消失的这些年，我问了他身边所有的朋友，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把他藏起来了，故意的。林总今天特意来这里找我，就是为了说这些无关痛痒的话吗？当然不是，但是我也要对我的辩护律师有所了解才行。对，林总说的对，你有什么想喝的？咖啡还是？咖啡。好。阿征，今晚一起吃饭，一会儿我去你家找你，只能出去一会儿啊，我等你。还有，林总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，可以先走。下午又有吃饭，待会儿要不要一起？不用了，律师收费是按分钟计算的，我很贵的。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不重要的人和事上。可惜了，像许律师这么有时间观念的人，肯定享受不到恋爱的美好吧？毕竟恋爱这么美好的事情，就是要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才对。你给我等着。阿正，我想吃城北的香橙家的蛋糕。收到指令，去城北。这下时间刚刚好，让你欺负许之心，闲死你。在做什么呀？我在给你炖鸡汤喝。小伟，我今天碰到许之心律师了，要打官司了。小 case 了，我见他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我当然不会生气了，工作而已嘛。快去吃饭吧，你看，来尝尝。哎，怎么样，好喝吗？美味。来，你尝尝这个藕啊，这个藕也做得不错的。再尝尝这个，尝尝这个，这个。下次还是让我做吧。没事的，我喜欢给你做的。
远距离捉摸不定，但世界也能摆平。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！一直都乐此不疲，把心爱好。哇，你真棒！看住你。小薇，嗯，融得不错。我有门禁呢。那我送你回家。怎么？不方便？方便啊，怎么不方便啊？那怎么办？我到了。那我明天给你送早餐。嗯，好啊。让你欺负许之熙，你怎么穿着睡衣就下来了？我不穿，你久等吗？嗯，谢谢。嗯，一会儿我还有个会，下午我来接你，回去睡会儿吧。嗯嗯，那你去吧。嗯，拜拜。如果下次遇见你，希望是在晴天里。卡拉黑哟，卡拉黑哟。biu， 爱你哦，爱你哦，快回去吧。徐律师，我二十分钟到事务所。许之熙，这一巴掌是因为你道德败坏，帮着那个姓胡的人渣打官司。我当是谁呢？你们一个偷情，一个出轨，这一单是你送我的。我，许律师是我的工作伙伴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我不允许他在我的工作时间内被其他事情打扰到。更不允许在上班时间受伤。这种人渣律师你也合作？这位女士，你的行为刚才已经被这边的监控全部录下来了，我相信凭许律师的能力，你很快就会收到律师函。你们谢谢啊。你平时不是挺明白的吗？怎么能凭别人的？对不起林总，今天恐怕不能和你聊合同。You are my everything， 별처럼 쏟아지는你不是说你下午要忙吗？嗯，下午临时取消了。夏薇，要不要看电影？我要参加编程考试。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复习的。编程考试？那也可以见面啊。但是我见到你，我就会分心啊。真的？
真的？那我帮你付钱，我可不想一直见不到你。好。喂，阿周，你怎么还没挂啊？我怕你醒来找不到我。那看你帮我复习的份上，晚上偷偷去找你。拉钩，不可以爽约哦。拉钩。林总，下午一点律师事务所见。上次没对完的合同，咱们继续下去。好。满血复活。林总，徐太愿意交出他帮林江海做事的所有证据。什么嘛，不是也不说一声，最好别对许夏薇这样。呀，迟到了，他应该还没到吧？夏薇，是许律师告诉你我在这里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许夏薇？万一你报错人了怎么办？我选的不会错的。今天很想你。只是今天想我吗？过去的每一天。小薇，你身上的味道。糟糕。太急了，忘记换香水了。许之心送我的香水，估计是想巴结你吧。不过，你刚刚站在律所门口冷冷的样子，我差点就认错了。我们有那么像吗？一开始我还以为许之心是什么双重人格，有截然不同的性格，直到你站在我面前的时候。我才知道，我喜欢的人叫许夏薇。那怎么办啊？人家都说啊，在爱情里呢，谁先爱上谁，谁就输了。我可是第一眼就爱上你了，我输了。那你就输过我一辈子，我也用一辈子补偿你。公共场合，左左，哎，你耍赖皮啊！那些算计我的人，我会一一还回去的。我希望我这次没有认错人。你怎么想着带我来这儿啊？我记得你以前是八百米冠军，现在敢不敢跟我比？比就比，输了怎么办？先赢了我再说。哎，你耍赖皮啊！徐小薇，我希望我这次没有认错人。嗯，甜吗？尝一下不就知道了，甜吗？阿正，嗯，最近这几天
我感觉你好像有心事，是因为你哥哥吗？我哥？我是听许之心说的，他说你哥哥一直在针对你。放心，那些算计我的人，我会一一还回去的。我信你。要不要去看星星？星星？啊？阿征，看来今晚我们是看不到星星了。同你一起，无论是星星还是月亮，都没有区别。从前呢，我最不喜欢下雨天，但是现在，下雨的声音还蛮好听的。我知道，你讨厌下雨天，是因为你姐姐。是。夏薇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妈妈刚刚跟你姐姐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拜拜，拜拜。今天收到林征送的一把伞，好开心啊！再也不怕淋雨了。你好，我是许之心，许夏薇的姐姐，刚刚给你解决了一个大麻烦，好歹你曾经还是我的妹夫，这次就算你便宜点。你是谁？林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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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为什么不还回去？不要想想。你去哪儿了？我担心你啊。我送你回去。林总，有结果了吗？许家在十年前办过一场简单的葬礼。十年前，葬礼，谁的？许夏薇，许之心不喜欢穿裙子，他不喜欢穿裙子，不喜欢穿裙子。妈，妈别弄了，一会儿剪到自己了，别弄了。不喜欢，不喜欢穿裙子。许之心不喜欢穿裙子，许夏薇喜欢。他不喜欢穿裙子，他不喜欢穿裙子。妈，妈你干嘛？许之心不喜欢穿裙子。妈，他不喜欢穿裙子。姐姐，姐姐，妈。
那个医生啊！许知心是妈妈唯一的依靠，她不可以死。死的是许夏薇，是你的妹妹，你听明白了吗？知心是成为大律师的人，比他爸爸还要声名显赫的大律师，他怎么会死呢？知心要是死了，妈妈也活不了了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许知心。不是，你懂吗？你听明白了吗？不是，我不是。我们家许知心是最棒的，他是妈妈的骄傲，他是要做大律师的。夏薇，你别怕，等你姐姐做了大律师，就接你回家。心里苦的话，就吃颗糖吧，很甜的。确实很甜。糖怎么不甜了？下午又有吃饭，待会儿要不要一起？律师收费是按分钟计算，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不重要的人和事上。万一你报错人了怎么办？刚刚你站在那里的时候，我跟你好像不熟，我差点认错了。我们有那么像吗？你好，我是许知心，许夏薇的姐姐，就算你便宜了。刚刚给你解决了一个大麻烦。许知心，你就这么着急抹去关于他的一切吗？许知心，这个案子是我们公司的重大合作项目，如果不跟盛灵集团合作，我们将损失巨大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会和林总说清楚的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你好，找一下你们林总。不好意思，许小姐，林总他生病了，我们现在也联系不上林总。好，谢谢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阿征，阿征你在吗？阿征你在吗？阿，怎么这么烫？你要不要躺着再休息会儿？许知心，许知心，许知心，许知心。
许律师不应该当律师，应该琢磨演艺圈才是。皇上，许知心，你怎么敢？ 什么时候知道的？10年前，你们为什么瞒着所有人办了夏薇的葬礼？为什么？你假扮他，你假扮许夏薇，你怎么敢？所以，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一直在耍我，你把我当小丑，说着虚假的情话，把我当笑话是不是？耍你？ 我给过你机会，第一晚我被人算计不清醒，第二天我又问你，你说你是许夏薇，为什么？你说谎的模样那么真诚，我都差点当真了。林总。 你演戏也是滴水不漏啊，那你又为什么拿你的宝贵时间陪我演戏呢？要夏薇真正的死因，他那么速度给了那女孩，为什么会选择自杀？他自不自杀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大家都以为是他姐姐干的。 和你一样，你哥哥三番五次的想要害你，所以你陪我演戏，不断的去证明你自己的猜测是对的，是不是？林总，身为一个律师，我好心提醒你，法律是需要讲究无罪推导的。你不许笑，这是夏薇的表情，你不许再假扮她。那我继续笑，你会爱上我？ 怎么可以肆无忌惮地假扮他？你怎么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我的感情？我那么像他，你是不是都把我当成他了？你闭嘴！你根本不配拥有我对夏薇的爱，连他的万分之一都比不上。你再说一遍。你不配。 林总，就是他，就是他把证据给了林峥，导致我们的计划失败。那就让他知道跟我作对是什么下场。为什么当年死的人不是你？不是你！他是我妈的骄傲。
林征竟然说他喜欢的是我，不是许知修把林征送的一把伞。我终于也有在乎我的人了，再也不怕淋雨了。许知心从小要强，似乎保持成绩优异已经成了他的人生使命。我可以享受不争气带来的快乐和自由，而许知心只能埋头学习。许知心曾对我说过，幸好他平淡无望的生活里还有个活着热烈的妹妹。又在说我什么坏话？许知心，你怎么又考第一啊？我是姐姐，当然考第一了。许知心，你吃不吃？啊，我不吃，吃得像猪一样。你才像猪呢。后来，一个叫孙宜顺的男人回来，他自称是我们的爸爸。记住，从今往后，他们叫孙知心、孙夏威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让知心和夏威准备准备，后天我来接人。不可能。你以前没有养过他们，以后也休想。你要是敢带走知心，我就跟你拼命。疯子，行行行，我把夏威带走。孙夏威，知心跟你，夏威跟我。姐，他又来了。你说，妈妈会把我送走吗？不会的。小孩子，别管大人的事。妈妈，能不能不要送走夏薇？知心，妈妈不能没有你。那夏薇呢？那天是孙宜顺接我离开的日子，下着小雨，我撑着伞回家和许知心道别。一进门却发现他躺在地上，许知心自杀了。谢谢你喜欢我，谢谢你喜欢曾是许夏薇的我，今天很想你。谢谢你喜欢成为许知心的我。病人的头部受到重创，大量出血不止。3、2、1，病人失血过多，情况危险，必须马上输血。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走许夏薇了吧。